费的关系，常常烤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。可是今天看了之后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食材。一个设备，时间缩短了很多，那个烟很少，这个最主要的。看到那种外面那种烤炉就是超级大，但这种就是比较轻巧一点，感觉功能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，所以然后油烟不会那么重。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，哦，它可以让我们烤肉不是这么的麻烦。那或者到外面去的时候，不会说这样劳师动众，然后搞得大家都很累这样子。你很方便就可以拥有，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食物。出门带它就对了，买就对了。我觉得还蛮惊艳的。主要的好处是说，它一次可以烤六片那个鸡腿排。那我们一般的烤箱的话，不能够同时作业两种产品。它这个可以很符合咖啡馆里面的一些轻食料理的使用。它又没油烟又健康，其他的操作是还蛮不错的。烤披萨，然后烤肉的功能又吸引到烤肉的速度跟它的成色都很漂亮，好快哦！烤箱烤披萨大概要半小时，几分钟就好了。这个方便度，你就是如果用炭火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不方便。我朋友都会带很多设备，刚好放在后车厢可以。会推荐给朋友有常常去露营的。我已经去订购了，订的时候我太太不知道，她比我还兴奋，她又出去看了。你看。方便，烤肉达人的神器没有让我失望，它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，蛮容易上手，在环保上、携带上还蛮方便的，而且收纳又简单，我就看一下它的那个一些安全啊、品质都蛮满意的，符合我期待的，会觉得对家的产品更有信心，想再买两台，已经讲好要买的。